姐妹们，大家早上好。那么很感恩的，我们可以再次的聚集在一起。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有一个简单的 announcement 报告啊，就是下个星期我们又是复活星期天，所以我们的中文堂就没有举行，我们全部都会在我们的英文堂那边一起聚会敬拜啊。我们中文堂那天也会有表演，所以希望我们那天可以再次的聚集在一起来赞美。来庆祝这个复活节。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让我们一起由祷告来开始今天的礼拜，好吗？我们起来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那么在这个星期天呢，我们可以再次的主啊，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纪念你的美好，一起来赞美你，歌颂你，一起来听你的道，主啊，感谢你。这样的信主的这一条道路上，我们是充满恩典祝福的一生。那么今天早上我们来唱第一首诗歌《恩典的记号》。来，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生中，自从认识主，你我们的一步每一步每一脚印都是由主你的恩典、你的爱、你的手带领着我们。那我们起可以起立的，一起来起立赞美一首诗歌《恩典的记号》。南门点之路，感谢主，也是我们的主，高山或低都是你在保护，感谢主。
却变得渺小。当我们仰望主耶稣，我们身体却得到医治。当我们仰望平安，就会充满我们，因为主的恩典过我们。让我们起来仰望主耶稣。Thank you.
很荣幸的今天可以带领大家来饮用吃餐，很开心的今天我们有来我们每个星期可以来教堂一起聚会，一起唱歌，还有一起来敬拜。很感谢，很感动，今天早上我们唱歌可以分别思路。像这个星期，就是说下个星期日就是我们的复活节。这个星期我们就是我们这个星期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星期，是因为这个星期就是我们的耶稣的经历的时候，就是他就是讲这个星期就是我们每个星期为了纪念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个星期就是他就是为了我们献出了生命在十字架上死，这个就是恩典啊。恩典就是说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其实是不应该，也不应该受到的爱，不应该不应该受到的恩典，但是神为了拯救我们大家献出了生命，所以我们来低头来做个祷告。我们还没有用这个饼的时候，我们来低头做个祷告。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献出了生命，为了救赎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值得，也不是因为我们很好，但是因为只有一个字，就是爱，还有牺牲。所以我们饮用这个饼的时候，我们会记得你付出的代价，你付出的一切的东西是为了爱。奉主耶稣的名字，阿们。大家举起杯来，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为了我们在十字架上死，宝血流出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也拯救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当我们领用这个杯的时候，我们会永远记得你的恩爱，记得你的牺牲，记得你是为了我们才来到这个世上，所以我们 很感谢你，永远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基督的名字，阿们。好了，OK， 来，今天早上大家早上好，今天又是我们又来做礼拜了，所以现在有谁要做见证，还是有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谁要什么见证啊？要不要来做见证啊？要来做见证吗？还是你不要来做见证？大家早上好，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是就是很感恩。那么我就其实就是本身觉得每一天吧，然后好像有孩子了，我就是很感恩的，就是现在疫情也慢慢的过去，比较稳定，就是现在新的病毒也没有那么就是我们一家人刚刚之前有确诊，可是因为我觉得上帝的手也是在当中做工，从当初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很有杀伤力的，到现在我们大家都有疫苗，在这样短的时间，然后
也因为那个病毒本身也越来越弱，没有这样强，我觉得是很值得感恩的，就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就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然后我们可以到来到教会当中来敬拜。那么我觉得每一天就是好像那首诗歌，从早晨到夜晚，当我醒来的时候睁开眼睛，我觉得就真的是一个祝福，然后可以看到我家人，我亲爱的人，然后可以来到教会跟大家一起敬拜，我觉得就是觉得非常感恩的这件事情。然后每一个我都，因为昨天我们有小组，就是我们疫情过后两年，我第一次再回去参加我家公那边的小组，那么我们看到每个人，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就跟其中的几个弟兄姐妹就谈到我们当初怎么样会认识主的，然后我们就说起，因为我本身还有那几位弟兄姐妹都是家里唯一，就是或者是家里人还没有全部都接受主的，所以我们就讲回当初，当我们为什么会接触到耶稣的灯，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本身会在无数的夜晚就是在上着就不懂自己跟谁祷告，就是说想要找到生命的意义的理由，然后当我们去求所求，上帝就会回应，我们都是这样子认识主，然后可以聚在一起成一家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两年后可以再一次回到小组，然后可以再一次的分享，然后被同时被就是你很久没有见面，可以再一次的一起谈论主的也好，真美好，我觉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因为在圣经里头也是说我们要常常聚在一起，然后当中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鼓励，然后我希望我们可以好像今天的诗歌这样子知道这一生我们都会有平安，一路都会有主的爱，主的手牵引我们走这一条人生的路，一步一步的，然后我们可以永远永远的每一天赞美他，可以大声的宣告我爱你，因为主先爱我们，我们感谢。那么还有其他人要见证吗？对，我就将时间交托给弟兄。首先在我们交托时间给我们的讲员淑华姐来为我们今天传达，谢谢。
就是好像你捕到的鱼这么多吗？得人如得鱼。好，这个彼得，他本来是叫西门的，知道吗？主耶稣叫他的时候，他是名叫西门。那么主耶稣跟他改名字，为什么呢？彼得前书说，这个彼得说是他写的这本书，可是有人质疑啊，有些人怀疑说不是他写，因为什么？因为他只是一个渔夫罢了，所以呢，应该是没有什么知识的，学问不好的，所以彼得自己讲是他写的。作者本身讲他是写的，可是呢，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些学者说不是他写的，是另外一个人名叫希腊的写的。好，彼得前书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提尼聚居的，他写给这五个地区的人，这个五个地区的人就是分居在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境内的这些地方的人。彼得说是他写的，可是他们不相信。好了，我们先来看彼得，刚才我说他的名字叫做西门山，为什么他叫彼得呢？就是耶稣给他取的名字。耶稣呢招他做门徒以后，把他改名叫基法。基法是亚兰文叫基法，然后希腊文呢就叫做彼得。所以基法、彼得他这两个名字的意思都是石头，奇怪，主耶稣把他取名的意思叫做石头。你的父母亲为你们取名都是要好一头的是吗？对啊，那个好一头的，什么有恩惠啦、美丽啦、什么阿富啦、阿财啦、阿宅啦、发财啦，可是主耶稣给他取名叫石头，是有这个真理的启示在里面的。就是主耶稣呢，他是教会的根基，他要彼得好像这个活的石头这样，能够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就是主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房角石是匠人所砌的，可是上帝呢把它拣选成为那个建筑物的房角石。那么再看，所以他的名字，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这个你们是谁呢？你们就是指当时居住在这五个地区的信徒，还有也是指我们。我们每个信了耶稣的人，我们就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验纳的灵祭，就是说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我们就是主耶稣眼中口中的活石，要建造在主耶稣这个房子的基础上。这个比刚才我已经讲了，到底是不是他写的呢？第一章第一节彼得都自己讲，基督耶稣的使徒彼得写这封信的，可是他们说不是，有些学者说是希拉写的，因为他们说彼得的学问没有这么好，写不出这么优美。你读彼得前书后书的时候，你看到文词很优美的，写很好很有学问的人才能写得出的，所以他们说一定是彼得叫希拉带他写的，可能是彼得口述口讲，彼得叫希拉写。彼得自己在五章十二节，全书有五章，五章十二节的时候彼得讲的，你看第一节他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这封信，
现在五章十二节他又讲，我烈烈的写了这信，信就是前书了，他们那个书就叫做信了，书卷，因为以前他们是写在那个没有像我们钉好一本书的，它是 一卷一卷的。他说我烈烈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我托希拉带去给你们的。又证明他的信里面是想，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勿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他的信里面的内容，这个第五章前书五章十二已经讲了很多神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他是说，我写给你们是要鼓励你们，劝勉你们，要在这个真恩上站立得稳。所以他就想是我写的，可是很奇怪，就是后来有些学者在十九世纪，有人怀疑说不是他写的。你说是他写的吗？是吗？讲是他写的啊，讲不是他写的举手，不是他写的举手，没有人举手啊，就是说你们也承认是他写，当然是他写的，因为呢，他跟随了耶稣以后，他一定是在学识上一定有求进步的，不会的，我是渔夫啊，我不会啊，我就什么都不理了，我就是这样的我了，不会的。还有呢，有圣灵的恩膏以后，会进步很神速的，很快的。在历史上有很多啊，好像英国有一个宣教师到印度去宣教 ，William Carey 啊 ，William Carey 啊，他也是，他到印度去宣教，他懂得的印度话、印度方言比一般的印度人还多。他是英国人，他会印度话，所以这个也是因为他自己苦学，他要跟那些人、那个地方的人传福音，他一定要先会他们的方言啊，他们的话吗？因为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有点不同的，你去到吉兰丹，你讲的马来话，他们不会听的，他们的马来话你也不大会听的，所以他一定要跟随他们的方言。所以这个 William Carey 他懂得的印度方言比一般的印度人还多。所以还有呢，我们的教会啊，你看到 Isaac 弟兄就知道了，很好的例子，是不是？ Isaac 弟兄出来讲道的时候，他你们听他讲吗？因为他是受英文教育的，他的华语呢讲到不顺畅，不流利。还有呢，你如果注意看他在华文字下面还有注音的，英文注音有注音是怎样读怎样读的，可是现在你听他讲华语啊，你不知道他没有读过华夏。这个就是神的恩膏，有圣灵的恩膏，有神的祝福，神要使用他，他又肯去学习，所以他就是能够有这样的祝福，这样的恩膏。还有我也听过看过，真的是不会怀疑的弟兄姐妹，可是因为他有那颗追求的心，不会怀疑的，他慢慢学慢慢学，过几年后整本圣经他都会读。你们有看过吗？有没有听过？有老师有听过吗？啊，是，所以你要就可以。所以这个呢应该是彼得写的，彼得都讲是他写的，那他们就说不是他写，是谁写？他们说是希拉写的，一定是彼得口述，希拉是他的同工，那么希拉写的。好了，我们就来讲他写给，刚才第一节有说他写给本都啦、加拉太啦、加波多加、亚西亚和比提尼啊，那些寄居的信徒。那些信徒呢是犹太人吗？有些是外邦的基督徒。为什么呢？这些基督徒他们是住在土耳其境内，现在的土耳其啊。这些基督徒呢，他们你看第二章彼得前书二章十节讲，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以及另外第四章三节也说，往日你们是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的，现在呢，你已经成为神的子民了，就是说已经信了主耶稣基督了。所以这样的信徒叫做什么？叫做外邦信徒，不是犹太人的神拣选的子民。好像我们也是叫做外邦的基督徒。这信呢，彼得前书后书呢，就是写给这些地区的外邦基督徒，也当然也写给犹太的基督徒，也写给我们每个时代的基督徒的。所以现在我们也读这卷书了，彼得的书呢，彼得的书他是讲些什么呢？他是看到当时他们呢受到希腊人啊，受到罗马人骚扰啦、欺负啦、逼迫啦，痛苦吗？痛苦，这样的试炼啊，是很不容易受的。所以彼得呢，就要写信去劝勉他们，不要让他们失去信心，不要让他们害怕了。哎呦，我就不敢再来信耶稣了。所以他写信呢，是去鼓励他们，要胜过一切的试炼。有这些种种的试炼来了，你们呢？在这个逼迫中呢，你们呢还要带着活泼的盼望。你们有盼望的，不要呢灰心丧志，不要说哎呦信耶稣啊，原来是这样的，哎呀算了，不要。他说有盼望的，因为你们现在是神所拣选的子民，你们就要过天国新子民的圣洁生活。还有呢？告诉他们，上帝，这其实我现在讲的就是第一章的内容。上帝的救赎计划已经因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而实现了。这个真恩，这个伟大的恩典呢，彰显在基督复活所给予人的新生命中。所以你们信了主耶稣的救赎，主耶稣有这给你们这个盼望。你们呢就要记得记在心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盼望的，有这个盼望。把盼望呢集中在哪里呢？集中在主耶稣的再来。彼得跟他们讲，主耶稣会再来的，因为主耶稣真的是跟彼得、跟门徒们、跟世人讲，我会再来，我必再来。所以就再次的鼓励那五个地区的外邦基督徒，也同时鼓励我们，主耶稣会来，这个就是一个盼望。这样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彼得前书第二节开始。因为第一节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彼得说他写信啦，他给这些什么地方的信徒。所以你看第一章的第二到第十节就好了，我们就看第二到第十节，十三十四慢一点。好，第二节就是照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哇，给大家有点东西做，不要坐在那边没有东西做，一起读第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而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来祝福祝福他们，问安恩惠平安，祝福你们。以后我们来教会见面啊，我看我看见姐妹我也要学你的。弟兄姐妹们，愿主的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主的恩惠，恩惠就是主救赎我们呢，祝福我们呢，还有给我们平安呢，哇，大家都喜欢呢。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所以等下我们要讲这些盼望，盼望就是这样啊。第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所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末世，我们现在的时代就是跟你讲，已经是末世了，相信吗？因为圣经所讲的，耶稣跟他们所讲的种种的迹象，一样又一样，已经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看到了，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是末世了。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是咯，你们很忧愁，被逼迫，被罗马人骚扰，被希腊人骚扰啊，被欺负，所以你们是很忧愁的，对不对？哎呀，怎么这样苦啊？可是呢，不要灰心，不要失望，是有喜乐的。你读了这个彼得前书这几节经文，你感觉到彼得的文学好不好？好不好？非常好，是吗？叫我写，我也写不出来，对不对？所以他的文学是有神的祝福的。虽然他是一个渔夫，可能呢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是呢他因为他有个他的那个加利利海跟城市，一定是有很多外国人来的，外国商船来，所以可能他也接触到希腊的文化、希腊的学问，所以他就可以写了用希腊文写出来，非常非常的好。好，第二节你们看，先见造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先见呢，就是啊，不过还没有读完呢。刚才我说要读到第十节啊，我们还没有读到。好了，第七，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难仍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主耶稣，为什么他当时的那些人没有见他？没有见到加拉太的信徒、本都啊，也那些五个地方的人，为什么没有见过耶稣？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了世人的罪钉死，然后三天复活，又过了40天，已经升天了。所以主耶稣就是把这个福音交托给彼得他的门徒和一些信徒来传扬主耶稣的救恩福音的。所以他说，你们没有见过耶稣，可是你们信他，你们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们有喜乐的，我们现在也是信主的人啊，很有喜乐的。所以人家看到你，如果是整天忧愁啊，满脸忧愁啊，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我相信呢，你并没有得到释放，你的灵啊还是被那些恶者捆绑着。如果你真正的信主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了你了，我的平安不像世人所给的，你有了平安，你还在整天的忧愁满面吗？当然不会了，是吗？所以呢，他说论到这就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你们有信心哦，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先知们、使徒们已经先考察了，已经写给你们看了。你们没有见过耶稣，可是他们写出来了，所以要约束你们的想。这个慢一点，我说就到这边。所以你看到彼得他所写的这个信，他说造父神的先见，刚才我们读的造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这个我们的阿爸父神他已经
预先希腊文先见就是预先加知道认识，神预先知道了，神已经知道认识了，是他拣选的。我们再看这个，如果没有上帝的拣选，活在罪恶中的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不能自救，我们不能自救。如果上帝没有拣选，没有赐下救恩，你也不会回应，对不对？所以这个罗马书九章十一节啊，这个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上帝预先选定的，双子还未生，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旨。这讲到是谁呢？就是讲到雅各的利比加，他怀着双胞胎以扫和雅各，还没有生出来，可是呢神已经选定了谁呢？选定了雅各来承受他父亲的祝福。后来呢真的了，因为他的以扫又有种种的缺点呢，所以神预先知道了。好，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一节也说，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他们在一起。神拣选你们，本来呢我们是没有能力拿来自救的，神拣选了我们，可是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有这个盼望了。神已经把救恩预备好了，把主耶稣基督他的爱子赐给我们了，这样我们就要相信啊，我们就要相信，相信了接受。所以我们要因这个活泼的盼望来称颂神。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因为父神的大怜悯，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给我们的旧人罪，那个有罪的人死了，我们重生了，所以我们就有活泼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就是说，主耶稣会再来，主耶稣来了以后会给我永生，会让我住在神的国度。人的盼望很多是吗？你的盼望我的盼望都不相同的，学生的盼望当然是能够考得好，成绩考得好啊，中学大学生当然是希望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薪水高一点啊，希望他的盼望是这样。再大一点呢，就希望能够结婚啊，生子啊，那么到了我们这样的年龄，就希望子孙多多啦，子孙都成才成器啦，这个是人的盼望。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盼望不是这些，我们的盼望是主耶稣再来，会带给我们永生，让我们能够得到称颂、荣耀、尊贵。农夫呢，在上次我们讲到雅各书的时候，雅各也讲农夫的盼望是什么？忍耐一点，神所要给我们的这个祝福一定会实现的，神的承诺一定会实现的，要忍耐。所以呢农夫盼望什么？上次我们分享雅各书的时候，农夫的盼望是什么？雅各讲呢丰收。对了，他说农夫盼望秋雨春雨，秋雨十一月多有秋雨了，他们就种子撒下去了就可以生长了，生长了还要耐心的等，还没有这么快会生出来，还要等到第二年三四月春雨了，春雨来了，哇，那些他们的大麦呀、小麦呀，那些米呢，哇，就生很多，就丰收了。农夫的盼望就是丰收，
那么弟兄姐妹们，你们的盼望是什么？你们的盼望是什么？刚才我讲了，我们人的盼望都包括在你们，因为我们都经过那个阶段，是吗？学生，然后中学，然后长大了出来工作，找工作，然后成家立业，然后到了现在李婷和我们正还在年轻人的那个时代，我们呢，每一个都是到了老年人的时代，我们就是看子孙啊，希望我们的子孙呢、啊、能够一个个成才啦、啊，能够子孙不要远离神啊，知道吗？也希望他们能够像我们这样的爱神啊，不要走世界的道路，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彼得跟他们讲的盼望，刚才我讲了哈，就是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所要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啊？这个就是说彼得告诉我们要专心盼望基督显现时，就是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候所要带给你们的恩，所赐的恩典什么呢？耶稣要给我们的恩典，彼得告诉我们是天上的基业，是救恩，是永生。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盼望呢全然的放在基督再来的运气上。所以你现在你要盼望，你要等待的时候你要怎样啊？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那就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与忧愁，我们彼得是写给那五个地区的那些外邦基督徒的，他们受到骚扰，受到逼迫，生活又很困苦啊。罗马人啊，那时候的政那个治理管理他们的又不是很容易的，所以他们是很辛苦的，他们是有忧愁的。可是彼得说，因为你们有这个盼望，所以你们要大喜乐，把逼迫、把痛苦当作好像金子这样。这个金呢，要经过火的炼净，本来不纯的那些金，火把它炼净了以后，它就变纯金了。哦，那时就很真、很值钱了。能加强我们的信心，逼迫受苦能够加强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更大了。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能够忍耐，神给我们信心，给我们能够忍耐，最后我们得到的就是天父的赏赐，赐给我们救恩。就像上次我们读雅各书讲的，雅各说，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你能够忍受啊，能够忍受，你将来必得到生命的冠冕。当时雅各也是这样的勉励当时那些受逼迫的信徒的啊。彼得前书一章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我们有喜乐，就是因为有这个盼望啊。到了末世基督再来的时候，要给我们的救恩。好，现在呢，另外呢，刚才我们还没有读到13、14，我们读到第10节。这是第13、14，是咯，你们呢会遇到逼迫，你们要忍耐，这样呢你们就要怎样呢？要约束你的心，知道吗？不要说哎呀放弃了，你说飞回了，反正我都是这样的，不理不，你要约束你们的心。你们做了信徒以后，你要约束你们的心，要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利的儿女，就不要效仿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失意的样子。
你们还没有蒙恩得救以前，你们是很放纵肆意的，我要怎样我就怎样，你心中的欲望要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完全没有想到说这样是得罪神的，这样是 不好的，这样你会绊倒人的。所以他说我们就不要像以前无知 的时候所做的啊，我们要谨慎自守耶稣自己的心。怎样耶稣呢？怎样耶稣自己的心呢？怎样耶稣？怎样啊？不要有这些失意，放纵失意。你看亚当夏娃有没有耶稣他的心？没有，放纵失意，他的眼心中的欲望，眼睛的欲望，他的眼睛看到那个哇，那个果子哇，悦人耳目，还有心中的欲望哇，我吃了以后啊，我的眼睛明亮，我就好像神一样了。像耶和华神教，所以这个欲望自私的不好的结果呢，随从自己的心意，结果就犯罪了。还有谁？还有谁？你们再想想，还有谁？如果不节制啊，不节制心中的私欲，贪心，现在啊，你看在网络上。你如果不节制啊，你心中的私欲，你就会与人受苦的。啊，在网络上，你看到他说哇，你什么无能啊，或者你什么是有什么本性本正你啊，啊，你心中贪，你这个贪的念头，结果你就是进入的走入那个诈骗啊，诈骗集团的陷阱里面，所以你不能有节制咯。还有呢，贪心解释，贪心啊，眼睛看到什么？眼睛看到啊，那个女孩子的脸，结果他是不理，他是不可以的，不是跟他在父母跟他讲是要真相的，外邦的女子就跟他要啊，他要啊，我要啊，所以他私欲心中的私欲，情欲，这个情欲，我们现在的人也是这样。如果你不能够节制，你要随从你心中的情欲啊，结果就会影响你的家庭啊，支离破碎，妻离子散，怎样？所以就还有极少也是，极少为什么会失去他的长子的名分？极少知道他为什么会失去长子的名分？因为他要满足自己的私欲哦。哎呦，我活到快要死了，哎呀，名分不重要，我要吃，我要满足我的肚子的那个私欲啊，我太太我先满足，所以他就不理生活，所以结果呢，没有接受自己的私欲，也有节制，就犯罪了，很容易犯罪。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怎么榜样呢？他受试探的时候。撒旦叫他把石头变成饼，他说你饿了吗？你把石头变起来是自由吃，自己先有自尊就是饿了。如果他就好了，反正没什么呢，我就把事来清楚一下，是不是就没有也有节制，也要为了满足自己的肚子的那个欲望，这种欲望乱节制，他给我们很好的榜样。还有撒旦说。你如果是真的儿子，你就是说我是神的儿子，我叫给你看，炫耀一下我是神的儿子，看见没有？看，就是能够控制自己的私欲，所以才是不会犯罪。所以我们要是的，要比较说要控制私欲啊，要有节制。就是在设计嘛，里面也是这样，他们要来说他的时候。你的先生以先要十二年的天使来把那些星星打走的，但是其实当时我这样，因为他就是为了要解药，他是神的儿子而来，他是为了要救赎我们而来，在十字架上也是这样，他可以从十字架上走下来的，他也是要，因为他要来，他爱我们，他要来救赎我们。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呢。
啊，我们要举证是否呢？最重要，我们要记得神的话语、神的道。有神的道呢，我们就不会蒙昧无知，我们就不会做出得罪神的事，我们就不会放纵自己。自己要什么是什么，神的话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本命上的光。好，这边是说，把盼望放在耶路撒冷的历史上。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看，基督徒是造神的先见被拣选，我们是要顺服基督，借圣灵得成圣洁，跟世上的人有分别。我们的心是君子民。即使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要圣洁。彼得前书十五十六也是讲到的，那当你们的事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心上圣经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我们虽然是在世上，我们是出世，可是呢，我们就要跟随世人所做的，他们做的，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就不要去做，去欺骗人的、欺诈人的啊，还有那些能够犯罪、让人跌倒的，我们就要也是不要去做，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好，二三五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心思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主神的子民，要向你们宣扬那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旧约时代一定要靠祭司、大祭司来到圣殿来为他们去朝见神，求神的赎罪，用基督来赎罪。在这个现代的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了啊！我们每个与基督联合的人都是祭司。我们为什么会成为祭司呢？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位永远最伟大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他把自己献为祭，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不必再靠其他的祭物，或者是让其他的祭司们来代替我们献祭来赎罪。刚才我们也读过前面几节，我们是上个已经是要献给我们的神的，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新婚的祭司。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献神，来向神祷告，不必再靠，不必要靠像旧约时代的祭司来代替他们。这个好了，像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十一十三节又讲到我们要约束，我们是圣洁的子民，我们要约束我们的。接触我们的心中的欲望，肉体的私欲。我们在外邦人中，我们应该怎样？你看十二节彼得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秉行端正，叫那些诽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现在献唱或者献祝的日子。都荣耀主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外邦的君王。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呢，不要像世上的人所说的，而且不讨神喜悦的。可是呢，我们要有好行为啊，来见证，来荣耀我们的神，不要让神的名蒙羞。好了，最后。彼得强调，我们蒙福是因为基督为我们受苦、受死、复活所带给我们的福气。
所以你们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福分。感谢主，因为主耶稣的救赎，让我们呢能够啊有这这个福气，等到主耶稣再次显现的时候，我们得到称赞、尊敬、荣耀。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盼望，盼望主耶稣的再来。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今天彼得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接触我们的心，我们要有节制，我们也要有好行为，作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来荣耀神，来见证神你的伟大。我们也要彼此相爱，我们以基督联合，我们带着信心，带着盼望，等待我们的基督再次的显现。谢谢主，谢谢你的祝福，谢谢你的祝福，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